勇士们要与漂亮团并肩作战，需要对漂亮团有足够的了解。这些漂亮背影能否被认出呢？猜一猜，这个每个成员都是谁？这个肯定是萌姐啊！猜不出来，这不都一样吗？长得好像。这个应该是那个杨超越。这是孟子义吧？这个应该是那个杨超越。那个是超越。这个吧，那这个，算了，别瞎猜了，这是萌姐，没了。我们揭晓一下答案。我看看啊，我看我对几个了，你看，哎，对了三个，嗯，哟，这词儿都挺狠的，妈妈女儿，要把这几个标签也贴上去。好，那我先贴这个女儿吧。女儿，你可以直接带上去，它是一个瓷器的。哦，瓷器的啊，这么啥？咱节目怎么这么高级啊？女儿，我觉得这个吧比较俏皮，啊，这个，我可以一个人有很多标签吗？可以。我还是放这人身上，一见钟情，前女友。我觉得还是这个老婆，我觉得还是这个。你就这风格很固定是吧？不是，我也看不出什么它每个类型了，因为我这个都根据这个发型来判断的。其实我对于妈妈的理解也是偏可爱的，开玩笑。如果这几个感觉，这更像我妈。啊。那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答案了。好。杨超越，哎，我给杨超越贴了这么多，其实还不错，嗯，很可爱，很俏皮，嗯。你要不要讲一下选择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女儿就是比较可爱，因为她比剪刀瘦了，我觉得她性格应该是比较活泼的。然后 crush， 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很帅很酷，嗯。妈妈，因为我觉得她烫头了。然后老婆和前女友，我觉得就是没有分很清楚，感觉她这个头发好像是那种。戴个头巾，好像蛮居家的，嗯。然后这个是前女友，这也蛮帅的，这个酷狗。要不要预测一下谁是谁？这我能看出是萌姐了，嗯。但其他人我看不太出来。哦，这个应该是管乐吧？这个应该是管乐，这是孟子义，这个是杨超越，然后这个是于琦姐。我不会只有萌姐猜对了吧？看一下，哦，完全猜错了，除了萌姐全猜错了。就是你对萌姐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因为你说她是妈妈，你觉得她真的会开心吗？哎，就是因为比较熟，所以就不管她开心不开心了。但萌姐很会照顾人了，嗯。没有合适的身份啊，这没有合适的身份。那我可以用自己的一些新的身份来定义一下我们的漂亮团成员吗？都是女神，不同领域上的。如果现在让你在这五位当中选取一个搭档的话，你最想干嘛？理由就是，我想看一下萌姐是怎么漂亮。啊，不是，是怎么战斗的？不是你。每位勇士心中的漂亮团都有着不同的定义，他们的搭档之旅又是怎样的呢？一起回顾他们的游戏过程。欢迎大家来到绝爱星球，接下来开始你们的第一个挑战——爱的共进退。爱的共进退，在遇到合适的人与他携手共进之前，我们先要努力迎接挑战，成长为更好的自己。游戏为个人战，玩家需要在身上沾满气球，且尽可能多的捏爆对方的气球。挑战限时3分钟，最终我们对剩余的气球进行积分统计，大气球每个5分，中气球3分，小气球1分。我们先5个女生玩一轮，5个男生玩一轮啊，那就5个女生玩一轮吧。30秒计时开始。哎呀妈呀，哎呀，还咋的？前面没有啊？
男生不要进池了啊，可以在外面，外面可以吧，在旁边写字。全场小的，不用盖章了，你溜着玩就行了，满了，就这一下。不行，那我也得整点那个惹人攻击的东西。可以把我扶起来吗？啊！你站呢？你的队友呢？大姐，萌姐，萌姐后面跟刺猬猬似的，老多了。快上，上。上！我温柔。管乐虽然特别多。我温柔。不是，我跟你扑了点。嘿，你怎么这么样子啊？管乐，你看看那边。我想出来呀，超越！咱俩的衣服粘在一起了，这咋整啊？这找他吧。进攻那谁呀？别接我！我们小雨一对猫脑爪，哇！你不能推我！我要你的人品！我要让你的人品！我现在是你有咕噜羊，你不要再叫我要超越。把我的腿也摔上了哟！你的腿现在也要脚也。十秒倒计时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结束。来，男生准备啊！气球计时30秒，开始。直接坐进去。要不要帮我来？行了吧，我们。4、3、2、1，开始对战。来吧，战斗吧，战斗吧。下雨了，太滑，撞了。蹦起来了！哎呦，放炮了！哇哇！我上去之后，直接一个大鞭子给你，给别住！没了吗？10秒倒计时，快捡地下三！6、5